敬观世音菩萨普贤陀罗尼经，唐总持寺沙门智通译。如是我闻，一时，婆伽婆在王舍城奇蛇绝山中，于大比丘众500人聚，菩萨无央数。尔时，观世音菩萨与92具之菩萨同坐。时观世音菩萨于晨朝时，从坐而起，整衣服，合掌恭敬，头面礼佛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欲说普贤陀罗尼，为怜悯利益一切众生故，我从过去月光佛所受得此咒，今欲对佛说此陀罗尼，唯愿世尊听我说之。”即说咒曰：“那摩罗达那堕罗夜耶，那摩阿里耶婆露止滴舍婆罗耶，菩提萨朵耶，摩诃萨朵耶，摩诃迦卢尼迦耶，堕直他，屈伽毗，屈伽毗，屈伽毗，者除屈毗，输噜多罗屈毗，何罗拿屈毗，室诃婆屈毗，迦耶屈毗，摩那屈毗，萨罗屈毗，毗摩屈毗，疏若屈毗，尔弥多屈毗，波罗尼陀那屈毗，娑摩地屈毗，波罗蜜多屈毗，菩提屈毗，娑罗娑罗娑罗，萨婆补陀，利色齿提，婆罗婆罗婆罗，达罗摩，利色齿提，迦罗迦罗迦罗，僧伽帝色齿提，那摩阿里耶婆露止帝舍婆罗耶，菩提萨朵耶，摩诃萨朵耶，摩诃迦卢尼迦耶，那摩朵那婆帝喃，菩提萨朵俱智喃，阿帝色齿汉兜摩舌，阿幼罗婆兰者，婆旦睹，堕直他，素罗比，素罗比，摩诃素罗，比摩尔，摩尔，摩诃摩尔，摩地，摩地，摩诃摩地，那摩阿里耶婆露止滴舍婆罗耶，菩提萨朵耶，摩诃萨朵耶，摩诃迦卢尼迦耶，悉地暗睹娑曼堕婆，陀罗陀罗尼，
沙诃，结界陀罗尼咒曰：那摩罗达那堕罗夜耶，那摩诃梨耶，婆露止滴舍婆罗耶，菩提萨朵耶，摩诃萨朵耶，摩诃迦卢尼迦耶，堕止他，智里盘陀弥，弥里盘陀弥，智里弥里盘陀弥，四摩盘陀弥，四摩摩弥迦师之之，方陀地迦罗摩兜，沙诃。咒水二十一遍，散洒十方，即成结界。此陀罗尼咒，先须受持，欲前结界如我结界，即得成就。奉请陀罗尼曰：那摩罗达那堕罗夜耶，那摩阿梨耶婆露止滴舍婆罗耶，菩提萨朵耶，摩诃萨朵耶，摩诃迦卢尼迦耶，堕止他，智里盘陀弥，弥里盘陀弥，智里弥里盘陀弥，四摩盘陀弥，四摩摩弥迦师之之，方陀地迦罗摩兜，沙诃。咒水二十一遍，散洒十方，即成结界。此陀罗尼咒，先须受持，欲前结界如我结界，即得成就。奉请陀罗尼曰：那摩罗达那堕罗夜耶，那摩阿梨耶婆露止滴舍婆罗耶，菩提萨朵耶，摩诃萨朵耶，摩诃迦卢尼迦耶，堕止他，智里智里，弥里弥里，智里离，一悉婆伽畔，阿梨耶，婆露止滴舍婆罗，沙诃。若欲情火，如我所说心情以后，从白月八日至十五日，日日三时香汤洗浴，着心净衣，日日三时识别各诵八百遍咒，至十五日备圣供养，诵无遍书，及其夜半观世音菩萨自来，未现金色之身，相好庄严，种种光明，放千种光。尔时咒师心莫部位，行者见矣，即得圣地圣陀罗尼三摩地矣，即见东方阿处毗佛，南方宝相佛，西方阿弥陀佛，北方微妙界佛，
见如是等十方无量诸佛如来光明色相，舍此身已生净佛土，一切处佛之所赞叹，以说普贤陀罗尼庆。尔时观世音菩萨说是咒已，九十二俱之菩萨皆得住阿毗跋帝，即得见一切诸佛，得闻正法，得灭一切三障重罪，得大功德。如阎浮吕帝微臣等数行者，自身得种种功德庄严，一切病苦及诸恶业并皆消灭，又得结疾变，又得自在心，随愿希满，得具足一切诸波罗蜜，随意往生十方净土，见一切诸佛，闻说正法，得首楞严等一切三昧，又得七宝三摩提、放光三摩提、大海水三昧、腾空三昧、出没三昧，得如是恒河沙等三昧，又得无量大力陀罗尼门。此咒功德与八十万陀罗尼功德无异，由此咒力令我得成如是法身，又能利益一切众生，速得种种聪明辩才清净法身，由此咒力一文总持，永不忘失。由此咒力我所放所所着之处，一切众生重罪消灭，一切恶人及恶魔、恶鬼、恶神自然降伏消灭。一切众生闻此咒名及受持者，永不堕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！如此咒力，若有四众能受持者，所得功德及其威力如我无异。尔时观世音菩萨说是咒时，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，上至阿迦尼乍天，其中所有一切天龙夜叉、一切鬼神、人非人等，悉恐怖不安，身毛皆竖，赞言：善哉，此咒神力不可思议，一切众生皆蒙利益。时观世音菩萨复白佛言：愿佛正知。佛言：善哉，一切四众，我所说咒悉皆用心受持，恭敬供养。尔时观世音菩萨白佛言：我今受持此咒，一切大地六种震动，一切众生及诸天龙悉皆忙怕，此咒神力不可思议，以何因缘令我及一切众生有受持者得金刚三昧，令汝及一切众生有受持者心得安稳，所得功德及其神力如我无异。此咒功能我更未说，但起诵咒二十一遍、五十二十一遍、向目二十一遍，恒持不忘，能除忤逆重罪，又得成就首楞严等一切三昧，又得成就一切陀罗尼，又得成就一切佛法。
若能恒常用心诵念不忘，常见释迦牟尼佛、普贤菩萨、观世音菩萨及见天女，请受佛法，若欲造像，当化释迦牟尼佛作花座上，身黄金色，着五彩衣，左镶化普贤菩萨，坐须弥山，其山左边有七头龙绕山，于左边出七个头，向菩萨看。右边有五头龙绕山，于右边出五个头，向菩萨看。其菩萨结跏趺坐，两手执经来读，着五色衣。其佛右手作印文，左手捉袈裟，按膝说法。右镶化观世音作花座，着五色衣，胡跪合掌，面向佛看，听佛说法。左镶三手，一手执花，一手捉衣藻冠，一手捉经枷。右镶三手，一手施无畏出宝，一手捉锁，一手捉珠。菩萨顶上有佛，又向下坐行者，护跪烧香捉珠，向菩萨看。普贤下坐毗陀天女，护跪坐，手捧花冠，着白衣，坐具上，向菩萨看。其相净化不得有交，化衣净法。次说入坛受持法。又从白月八日入道场，用牛粪涂地方坐坛，初四轴乃至八轴五色座，需十六罐子氨水及花果子，需十六具香炉，十六灯盏。若坐四轴坛，安四罐子，四具香炉，四支灯盏，饮食种种，果子、松蜜、石蜜，烧种种香，六时莫绝。行者早遇，着净衣如法，唯得食精米饭粥、乳酪、酥蜜、果子、石蜜、干姜、胡椒、荜拔，愚者不得其饮食，从八日献佛乃至十五日不收，十六日收，送至水中及火烧，却从初入道场八日，一对佛坛前，更作一肘坛牛粪座，取干谷木及桑木，取一片咒一遍，放坛中，乃至二十一遍净。然后取七种谷子，用手取，咒一遍，着火中，乃至二十一遍。白日易得，夜间易得，日别一度，至十五日，稍勿忘净。十五日夜不得睡眠，一心诵咒，其夜或时地动，或时闻大声，行者莫生惊怪，安心诵咒，念二菩萨。尔时普贤、观世音即未现身，欲行者言：汝须何愿？随所皆能满足。若不得相现称心，从十六日除坛，更作新坛，准前法行道诵咒，乃至以得见满愿为限，其行者入道场，唯得见一人使令供语，
愚人更不得语，不得见。行者在道场内亦不得语，须带出道场。观世音普贤陀罗尼法具足。